柜门别再装拉手了，以前柜门都用拉手，不仅破坏柜面美观，还容易挂到衣服，不如这样做。一，上方柜门下降1公分，开关柜门无灰尘。二，下方柜门下降2公分，做45度切角，精致美观，不挂衣服。三，到顶柜门改做暗挖拉手，开启舒适，更加好看。